欢跟粉丝们在一起。对，所以这一个小环节的访谈，我们希望鱼缸能够站在粉丝中间，我们来进行。来，我们请鱼缸来上台，对，我们站在粉丝的中间。好，对，站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对，对。光看一下光。知道一会儿咱们叫果然是震耳欲聋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李玉刚的粉丝，所以都很高，都特别高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在2012年，其实有很多的流行词汇哈，有很多的流行问题。有一个是2012年，我们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幸福吗？李玉刚也被问过这个问题，对吧？对啊。你还记得你当时的回答是什么吗？不太幸福。你还记不记得当你回答你不太幸福之后，你的粉丝们有什么样的举动？对，他们都哭了，他们很难过。粉丝们自己来说说吧，当听到了玉刚这么说之后，你们的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？特别难过，就是虽然知道在2002年在他身上发生过一些事情，但是从来没听他亲口说过。然后我当那次有人问到他幸不幸福，他说不幸福，突然间就受不了。玉刚，那你介不介意说一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幸福呢？就是工作很忙，然后自己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找不到头绪，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很快的登上另一个新的台阶，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吧。还有一个可能到这样的一个年龄段，很多东西都处在一个你好像明白了，其实并没有真正明白的一个段落，所以呢很多东西就会是那个样子的啊。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人生的历练，自己才能够走过去，才会有另外的一种天地吧。对，所以当粉丝们知道玉刚不幸福之后，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一件让我们听到都特别感动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们让粉丝们自己来说吧。你们做了一些什么为了玉刚？事情已经开始在后面闪现了。玉刚来，回头。其实有一种幸福感，因为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想，幸福就是这么一刹那的瞬间。当你回忆起这个瞬间的时候，也许你会觉得幸福。但有些人他会把幸福将一个点连成一个线，变成一个面，让你天天都幸福。但是刚才那一刹那的时候，我被他们感动到了。我没有想到他们回头的时候，这几个字已经很明显的摆在你的头顶，就像一个光环一样，永远的照着你。感谢你们。你想对这么多一直爱你支持你的粉丝们说些什么吗？谢谢你们一直跟随着我，我会好好的努力，我会多爱自己，同时也会多爱你们。我知道你们的心中有我，我的心中更有你们。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不离不弃，谢谢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现场，我们要不要让他们把这首歌献给玉刚？
底线，给所有爱你到的人，好不好？对，一起唱。那玉刚，你一定要站在粉丝中间，和他们一起来唱，好不好？刚站在上面去啊！对，来，玉刚再上一点。好，就这就好。好，大家都别站了啊！看我。身躯，真的只想真心真意。
所以大家的愿望就是让鱼缸你一定要幸福。那鱼缸这真的是我们录制一起唱吗这么长时间以来最感动的一次。对，我心里好难过。为什么会难过？不是难过，是激动。激动啊，是激动啊，被那么多人爱着真的是一种幸福。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鱼缸就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想到他们你真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对对对，加油加油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你们把鱼缸弄哭了，但是我相信这种眼泪是一种幸福的眼泪。你们真棒，真的。我刚才在底下的时候